我猜，我猜猜 猜, 猜。来来来 ，sexy things 直接来讲。来喽。哎呦，我也真的 sexy。我们在玩那个什么公仔有没有？超人公仔旁边那旁边那女生那女生那个哈，哦，可怕厉害。这样，所以现在可以问问题吗？没有，问我什么问题？你有什么？累，我都看傻眼了。你问什么问题？他们就是通通是真的，你以为来这里？你又问什么？你是真的假的？你刚刚那个舞蹈是你自己跳的吗？是你吗？四位武艺高超的美女们，其中竟然还有人是健身有氧国手呢，会是谁呢？赶快猜猜看吧。可怕了，可怕了，有一位，四个人当中只有一位，他是什么呢？本身是代表国家参加有氧的一个国手，国手。好，到底会是谁来着？ Lenny， 你觉得是谁？超级老二号，二号，啊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他有过人的安全裤。跳有氧老师啊，你在前面阿妈白啦，那是舞裤对不对？对，但是拉下来是忘记拉了，因为有氧忘记拉什么？因为它比较像现代舞的那个。哦，对啊，好长，厉害拉嘛。对啊，就是因为它泄底了。怎么说？因为健身教练有氧那都是穿这种很长的，像运动裤、麻裤的运动裤。对。健身有氧，而且他几个其实因为那个健身有氧，他们在指定项目是有很多。